您这个房间这么大，这么多空间，完全可以采用不同区域、不同的色彩风格，对吧？您看，您的这边啊，这个书房，包括您的厨房，我们可以做成一个撞色的感觉。啊，西景，西景。还有这边，您的这个阳台，面朝大海，这么好的景观，完全可以把窗户换掉，做成一个落地窗，这样看风景也更方便一些。哎呀，行行。 江先生，您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江先生，我觉得太对了，我早就想要这种细节了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早就想把这边弄了，对吧？哥特风这边，冲击力强，这边直接给我来个实验室、地下室、密室、实验室那种，哎，恐怖的。哎，还有，顶儿，哎，你们随意吧。啊，最重要的，房间。 粉丝，粉丝，细节，细节，闪闪的那种。哎，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次我们真的是要合作。我的荣幸。<笑>没事啊，还有，你男朋友的这个建议，我觉得完全打开了我的思路。那你帮我谢谢他吧，真是帮大忙。江先生，其实我这次来。 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云生哥。 明天你陪我去看一下乐乐吧，我有礼物要带给他。乐乐，你看，这个是江东签售会的海报，等你做好手术就可以去看啦。签售会在下个月，谁知道还能不能去？能去啊，不光下个月，以后都会去的。对呀，他的签售会人很多的。 又不是说去就能去的，你肯定可以去的。苏英姐姐，乐乐，我带了个朋友来接你哦。你好，乐乐。老师好，江老师。嗯，你亲自来看乐乐啊？<笑>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。 来，乐乐，送给你的，纪念吧。谢谢老师。我都没想到我有这么小的读者。<笑>那个老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啊，你说。就是在《解剖日记》里面那个连环杀手，是那个刚退休的医生吗？这个嘛，你要看我的最新更新了，要不然你该不追我的连载。我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追。我就是想知道那个凶手是谁。 推理小说的乐趣不就在于此吗？嗯，你看，你看了我这么多小说，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吧？但是下个月，我怕我就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哎，乐乐，你看我那些小说里的主人公。 他们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就像我书里说的那样，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。这句话我也送给你，我们一起加入好不好？嗯。啊，下次如果有签售会的话，乐乐如果有空，做我的特别来宾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好，拉钩，盖章。<笑>妈妈，能帮我和老师拍张照片吗？好啊，好。哎，来。 一二三，加油！再来一张。好。江东老师，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你给了乐乐很大的鼓励。没关系，见到他我也挺开心的，也给了我挺多新的启发的。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。
房子的事儿帮我用心点啊，细节你懂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肯定要催稿。又拒接啊？喂，嘘，别说话。啊，我已经有新思路了，加一个新的角色，心脏病患者。 好嘞，那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送下。你准备了爱心晚餐？听说昨天跟医生熬了个通宵啊？ 是啊，一直在研究乐乐的病例呢。哦，哎，我听说苏莹把强东给请来了，乐乐不是开心坏了？嗯，全医院的人都在夸呢。哎呀，你说这著名设计师就是厉害啊，这大作家说请就请来了。嘿，你先吃饭吧。啊，我忙完再吃吧。工作虽然重要，但是身体更加重要。 杨总，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先心病交流会的事儿。可以，不如见面聊聊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个交流会其实是我的朋友办的，您是对这个会有什么兴趣吗？嗯，我有一个病人，他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。 本来这两天就要手术了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手术不得不推迟。我也希望对这台手术能更加有把握，所以，如果杨总要是方便的话，能否帮我问一下交流会的事情？我也想去学习一下。嗯，当然没问题。你医生对自己的专业那么认真负责，是病人的福气啊。杨总过奖了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 如果我记得没有差错的话，您姐姐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？对不起，是我冒昧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您姐姐的病放在今天的话，也许就不会有遗憾了。可是人生不能重来，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只是米医生，我有一些小的困惑。 按照您的学历背景，还有您的专业能力，您应该有许多的选择才对。但是您为什么您选择回国，回到这座城市，并且还跟秦医生在一家医院里面？不会有些触景伤情吗？还是说，您对秦医生有些特殊的情感？ 杨总，我想我们还没熟悉到可以聊这些的地步吧。对不起，我冒昧了。交流会的事情还要麻烦你帮忙，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李医生，其实我们是有一些相似点的。当时我也有许多选择，但是我选择回到这座城市。 因为这里有我需要追回的人，不知道杨总到底想说什么呢？
苏云是我的前女友，当时我们因为一些事情分开了，但是我现在回来了，我想把她追回来，而且我确定她一定会回头是你。可是她现在和云生哥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我了解她，本质上面，秦云生跟苏云。 所以他们分开也是迟早的事情而已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苏英姐和云生科也是短暂的？不好意思，把你说的那么久无关紧要的话，交流会的事情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但是我觉得既然都开口了，不如要两张票。 想带谁去，您自己决定。慢点啊，烫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带着江东来帮我缝合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知道这台手术对于你的意义。好吃啊！又熬夜了。没有，我们这些搞创作的，熬夜不是很正常吗？地址我都看了，很偏僻，而且大晚上你又……雅甜没陪着我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做民宿的案子的时候，多远的深山老林我都去过，别小看我。 乐乐愿意积极配合了，他妈妈也跟我说，让我好好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别谢谢你，是你帮江东找到灵感啊！你知道吗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也有写作的天赋啊，那我可得试一试。那我可是你的第一个读者。那肯定是啊。多吃点。 起床啦！快吃！哇，居然把早餐都做好了。不过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去医院，不能陪你吃早餐了。那我以后每天都可以吃到早餐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可以点菜吗？哪道菜？知道。那天天都可以有。<笑>好啦，哥哥去上班吧。 嗯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都吃光。知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去吧。嗯。哦，想我哦。知道了。例会就先开到这儿，散会。好的，主任。云生啊，你和米白先留一下。乐乐手术的时间确定了吗？他现在虽然愿意配合了，但因为之前的插曲，他的身体情况需要重新的评估一下。
选择一个更稳妥的方案，降低风险。是啊，患者年龄小，情况复杂，是需要个稳妥的方案。主任，我有个建议，您看一下。后天在江陵市有一个心外领域的学术会议，主要的议题就是先心病的治疗，还有干预术，和乐乐的病症相关度高，而且我听说还会有几个医学界的泰斗出席，所以我在想，也许我们可以去和这些专家讨论一下，这样的话或许就会有更稳妥的治疗方案。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这样你们俩出个短差，到时候啊跟专家们好好交流交流。云生，你可以吗？你这怎么走得这么赶呀？因为临时定的，所以赶。放这边。对了，这个本来是给乐乐买的，但是你这不是要出差吗？就先给你吧，这样他可以陪着你。真可爱。这次出差呢，有一个先心病的专家，对乐乐的病例很有经验，所以机会很难得。那很好啊。那你是后天回来吗？对，后天回来，因为后天是个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啊？等到了就知道了。还跟我卖关子。开个门。云生师哥，啊，车已经到楼下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好啊，那我走了。小白，这个你带上，你是出差必备感冒药。谢谢云生师哥，放心吧，云生师哥跟我一起呢。云生，帮我好好照顾小白啊。知道了。我先办个入住吧。好，我给陈教授打电话。好嘞，在这儿。人到了。王医生。喂，陈教授。李白，你呀，还是叫我陈叔叔吧。你们到了？对，到了，正在办理入住呢。那个闭门会，你爸爸已经跟我提过了，我们定在明天下午，怎么样？陈叔叔，您那么忙，不用着急。而且我们这次过来也是想多和同行多交流交流。要不定在周五？今天是周二，那就是两天后也好。谢谢陈叔叔。对了，我爸说让我代他向您问好。老米有心了，那我们就周五见。陈叔叔再见。怎么样？我刚才打电话联系过了。陈教授说明天应该可以。太好了，那我晚上好好准备一下。办好了吗？办好了，看看506 50，这个你的。我们住隔壁。走吧，放行李吧。好。来，这是新做的一套方案，大家看一下。我已经入住了。没喝冰咖啡，乖乖吃了午饭。乖。你今天好好休息，我继续开会啦。师姐，你觉得这套方案怎么样？看一下。大家对江东别墅这个案子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？我这没什么意见，田美做的方案挺好的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确实很不错，田美，这个案子交给你负责。谢谢师姐。行，那按方案推进吧。田工，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
喂，杨总，您找我啊？苏工作室现在拿了大奖，在业内是炙手可热呀。是，我们最近确实接到了不少案子。对了，我们天地建工呢，刚好新出了一批建材，应该在市场上面是独此一家的。苏工作室一向追求独立创新，我相信这批建材会对你们工作室有用。新型建材，那太感谢杨总了。我们案子当中什么材料，我还是可以决定的。那我们多多合作。那要靠杨总您多给机会才是。我手头有很多案子，如果有合适的，我会给你发过去。谢谢杨总。师姐，姐夫给你点的外卖到了。而且姐夫特意嘱咐我，让你按时吃饭，少喝咖啡，对胃不好。然后这个手机啊，还有这个电脑也少看。知道啦。我可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你必须得听话，不然姐夫拿我十万了啊。是是是，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？那肯定是你的人。嗨。嗨。那个我还有点工作要忙，你们先聊。呀，我这赶上午饭点了，齐医生给我点。他说虽然他不在我身边，但是要监督我好好的按时吃饭。呀，我们秦医生够细心的嘛。吃了没？一起吃点。嗯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我今天找你来啊，是有个正事要跟你聊一下。就是我之前不是帮那个酒吧拍了一个宣传片嘛，反响特别好，特别是数据这一块儿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其实我可以把自媒体这一块做起来，就是凭借我这么多年的导演经验，再加上我的剪辑手法，再加上我在造屋记这六年以来积累的经验，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平台做起来。嗯，不过时间过得还真的挺快的。我从造屋记走都已经半年了，真的都半年了。哎，那会儿我还在给王自立做一线海景房呢。怎么了？怪不得秦医生说，明天出差之后要回来跟我约会呢。这约会不是很正常吗？明天是我跟他在一起半年整，你俩在一起都半年了，哇，你居然能坚持半年哎！哎，看来咱们秦医生还是有点路数啊。哎，不过就是这原本属于你们俩的时间，现在全被工作占据了。他身边呢还有一个米白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先心病的后期。一旦被确诊了心衰，那么他们的生存几率啊，平均不会超过，特别是患有心脏病的孩子们。好，今天的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医生哥，你记了这么多笔记，觉得今天的会怎么样？很专业，很受用。就是陈教授怎么没来啊？陈教授说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闭门会的时间可能会延后，不过也就这两天了。那我们要延后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反正来也是见陈教授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有一个自助晚宴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来的都是一些同行的前辈，也可以多一个交流的机会，说不定陈教授也会来呢。好啊，反正来不就是交流了吗？
尹山哥，给你拿的。哦，谢谢。你在找谁？陈教授没来吧？哦，好像是，估计是太忙了。哦，好吧。米白啊，真的是你啊？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以前同学啊。当然记得了，你是神经外科的。对，好久没见你了，还是这么漂亮。谢谢啊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师哥，秦医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就是拿过金刀奖的师哥呀！哎，幸会幸会。那这么说，我们是校友啊？是啊，不仅是咱师哥了，而且还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呢。来吧，我必须敬你一个。哎，我师哥他不会喝酒。哦，我替师哥敬你吧。一起吧。好。行，那我先过去，回头咱们再聊。再见。米白小姐。嗯，回国了。哦，刚回来。我之前去出国留学，还受到过你父亲的照顾。是吗？那行，今天你就代表他，我敬你一杯。好啊，来。米白姐，灿灿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医院让我来的。来，敬你一个。好，又变漂亮了，谢谢。来，一起。少喝点，我没事。Waiter， 你喝太多了，米白。嗯，没事，我喝过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能不能再喝一点？别别别摔了，别摔。好，走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来来来，在这靠一下啊。你房卡呢？嗯，我找不到。你再好好找一找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去我房间坐一会儿，我让服务员给你开门。嗯。来，慢点。啊，来来来，这这这。来，这个是毛巾，水打开了，啊，嗯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，你好，再帮我开个新房间。好。我头好疼。嗯。哎，忙完啦？是呀。你怎么在走廊里啊？我让前台新开了一间房，在这等房卡呢。为什么呀？是米白在晚宴上喝多了，刚才福特回来的时候房卡找不到了，我就想着先让他在我房间休息休息，结果睡着了。所以你又开了一间房啊？是啊，这样比较好嘛。先生，您开的新房卡。哎，谢谢啊。你看，新房卡到了。那你那洗漱用品怎么办呀？哦，对，充电器得拿一下。快去拿一下吧。好啊。嗯。我东西在里面去。
云生哥。这样的，我刚才找米白问清楚了。我走之后呢，他觉得难受，就去卫生间吐了一下，吐完又洗了个澡，这呕吐完加上洗了个澡，就清醒了不少。就是这样的。知道了，米白刚才也给我发信息解释了，你刚才不也跟我说得很清楚吗？我相信你。对不起啊。没有对不起，我相信你。还有一件事儿。我得告诉你一下，今天我没有见到陈教授，米白说他应该是明天来，所以明天我回不去了。没关系，工作为重嘛。可是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？当然知道呀，明天是我们在一起六个月的日子。对，时间过得很快啊。没关系的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纪念日，等你回来带我去吃火锅哦。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我们首先选一个相同的餐厅，然后视频一起点菜，这样就算是云约会了。云约会？嗯。怎么样？嗯。好。好啊，那明天见啊。来了，云生哥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没事儿，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。嗯，我也没想到昨天喝醉了，以后肯定不会了。嗯，那陈教授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他还没回我呢，估计得明天了。好吧。你要出去？是，旁边有个商场，我想去转转。那我们一起吧，正好我去见陈教授，也不能空着手去，买一些礼物，毕竟他也是特意来见我们的。啊，是这样，挑东西呢我也不擅长，而且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。半个小时就好了，给陈教授的礼物，你再可以帮忙参谋参谋嘛。好吧。嗯嗯，医生哥，我们就在这家店挑吧。你好，请问要看领带吗？啊，这几款都是我们店的畅销品，送给男朋友呀最合适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他男朋友。啊，嗯，我们还只是同事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那您慢慢挑。嗯。云生哥，我想把这条领带送给你，正好也感谢你这段时间在医院里对我的照顾。你看看你喜欢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平时不打领带，先帮陈教授挑吧。嗯。嗯。喂。我怎么会记错呢？我也马上到了，一会儿见。李白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然后挑礼物就麻烦你了。啊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快把这个领带给我包起来。哦，好。快一点啊，快一点。哦，好。您好，女士，您点的是两人餐，如果您一个人吃的话，可能会吃不完哦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带回去，剩下的我可以打包。那您慢慢享用，谢谢。风路过的花田，过了夏天，热情依然在蔓延。如果爱可以被看见，不用复杂的语言，有多甜。淡淡再慢一点点，管它晴雨天。
我已经点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嗯，闪啊。我先吃个豆芽。豆芽。干一杯。干杯。云生哥，你刚刚说你要忙，原来你也是来吃火锅啊？正好陪你一起。服务员，再给我来一份餐具，再加一份小料。都说孤独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人吃火锅，不过现在我们就不孤独啦，要不然云生哥也是一个人吃，我也是一个人吃。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吃。我跟苏英姐在吃呢。哦，苏英姐好。Hello，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今天我跟苏莹是在一起的纪念日，所以要不这样吧，改天我单独请你吃。也行，那我再单开一桌吧。我帮你开一桌吧。吃碗筷不用了。李白，你坐都坐下了，别折腾了，你们吃吧。金医生，反正我一会儿有事，要不等你回来我们再约一顿。要不这样吧，晚上我们一起再约个电影。怎么约啊？等一下啊，我看我这边有一场是8点的，你那边有一场是8:05的，那个时间下班了吧？那我们看同一场。买好票我告诉你。那你们先吃吧。多吃点啊。知道了，李老师啊，挂了。对不起啊，云生哥，我以为你一个人在这儿吃。没事儿，快吃吧，吃完我们回酒店。您谁呀？您是哪位啊？我还想问您呢，我是这里业主。可是这个房子我租了呀，您是业主。这是房产证，你看一看。这上面有钢印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可是中介已经把这房子租给我了呀。我今天呢就是要来收房子的，因为他两个月没交我房租了，要不然你再给我交遍房租。不是，这房租我已经交过了，我为什么要再交一遍啊？可我是房东，我一直没收到房租，要不然东西搬出去，别耽误事情。这事儿没搞清楚，您直接动手。你给我闪开！哎呀，见面废话，走开。零食？没事吧，回娟姐。我来处理。来，大哥，你是谁呀？来，大哥。哎，你干嘛？大哥，你别激动，这些摄影器材很贵的，如果你碰坏了，一年的房租也赔不起。你是谁呀？来。有什么问题跟我说，咱们要是起了冲突，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看，你说是吧？你们被中介骗了，我是房东，我也被中介骗了，你说我不能当那冤大头吧，对吧？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你这房子本来就是要租的嘛，那不如租给我们，
我们先把东西暂且放在这儿，等钱追回来了，我再跟您签一份新的合同，你看行吗？新的合同？对，正规合法的租赁合同。好吧，兄弟，谢谢啊，大哥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现在这中介一直联系不上，这钱怎么要回来啊？没事儿，这有什么？我们不是有转账记录吗？你房租也给了他。现在还是实名制的，警察看到这些信息很容易就追踪到的。只能这样了。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听师姐说你在这儿的。师姐说你最近在创业，我就弄了一些资料和想法，那你参考参考。可能不太成熟。谢谢你啊。那我先帮你把东西整理一下。